108学年度文化生颁奖典礼，请305班00同学上台，也请校友帮我们颁奖。两个罐子。国小305班00同学平日认真好学，热心服务，特班子状以资鼓励。是校友来。走耶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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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有什么说错？等一下他不该照哦。走耶！噔噔噔噔，咣咣咣！噔噔噔噔噔噔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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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听到头发。对哦，都吓死我了！这校友好奇怪哦，我想打给警察了。去打。不是我吗？那这个吗？拍照对对。好了，恭喜得奖者，也感谢颁奖者，也感谢颁奖者，请得奖者发表感言，请得奖者发表感言。等一下，要把头发弄出来，要把脸弄出来哈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妹妹走开，妹妹走开，走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放那边。这是专业，你要头发是要正常，不能乱动，不能乱动。真的没有乱动。好好，啊，这我帮你，好好，你把这剪掉哈。那很开心。他自己掉了。好，再一次掉，如果再失败就不要了。可以拿到礼物，还有奖状，然后好，谢谢。典礼结束。谁要狗屎？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新闻报道。好，我是主播玲玲。好，他是副主播林颖。好，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报道就是，那有个学生他已经颁奖，然后呢，同学，然后他就在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奖品。哎，因为他有事不在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帮他来开奖。好，深美国小305班林林同学，平日认真好学，热心服务。和班子转，就是鼓励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玲玲同学，你都不知道吗？要我现在告诉你吗？报个雷。我是暴雷女孩，暴雷暴雷。我要来暴雷。照片是在。我要来暴雷模范生的礼物，暴雷暴雷。这是玲玲同学。其实啊，模范生的礼物是水壶哦。我是主播暴雷女孩。这个水壶呢，芭蕾芭蕾，我猜对了，芭蕾。那因为它是水晶的颜色，不过呢，我猜可能是白色哟，芭蕾。或者最高几率可能会是蓝色耶，芭蕾。蓝色的，我有点猜对了，芭蕾。蓝色的水壶，芭蕾。水晶，变蓝色了。它好像是一个保温瓶哎，芭蕾。好小。好可爱哦，芭蕾！拆开来吧。哇哇，它里面有一个盾牌耶，芭蕾！155mm。是你芭蕾？大大雪来了。其实呀，我给你拜个雷。其实呢，这个
新闻频道叫爆雷频，爆雷新闻。我们会把所有的事情都爆雷出来哟。是。好，那这是我正常的声音，然后呢，我变妖怪。妖怪暴雷女孩的话就会变，我是暴雷女孩，暴雷暴雷，真的蛮像的暴雷。平稳繁华，嗯，这些产品爸爸找不到了，没有啊，繁华呀。开关，开关上盖不滑手，对啊。不锈钢内盖，哇，安全卫生，妈妈。我找到看这个保温杯啊，340ml 的一个340块，它是150ml 呀。嗯，155ml。嗯，155。好可爱哟！那它这个小贴心设计暴雷，大概200块吧。它的对不对？它的这个嘴是圆圆的，不会割嘴暴雷。好，那谢谢收看我们的暴雷新闻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暴雷。拜拜。嗯，怎么了？我当选模范生的资料夹。是啊，哦，当选模范生哎，你怎么你跟姐姐一样啊？嗯，都当选模范生呀，啊。模范生。你们是谁选的？学生幼儿园就是直接选的。老师选的。年龄他没写。学生林颖啊，林林林颖啊，我说校名发抖音还是分别又小妈咪来哦，你这么厉害当选模范生啊。